将配比好的玉米面粉放入拌料机内，将配比好的次粉放入拌料机内，根据配比加入适量水分，搅拌均匀后放出配比好的原材料，将配比好的原材料倒入膨化机料斗内，打开温控开关，打开切刀开关，调节切刀速度，调节切刀间隙，发出均匀摩擦声即可。按下主机启动按键，启动主机。准备饮料，加入少量水分和湿料。饮料完成，打开下料开关，调节下料速度。机器刚运转，下料速度切勿过快。机器运转稳定，成品颗粒大小均匀，